娶到这个欠卡新妇啦，迄个嘴哦，卡毒过彭世清哦，早都甲你讲啊，是好是歹，娶入门才会知影啦，报应来啊！我讲最准哦。啉茶啦。哎呦，你也知我嘴大呢。那有村的也无伫咧厝的，话敢若破的人嘛无听。死人性命，决定才拄过来嘛。啊，你都安尼甲人斗，大细汉都爱斗到食着才会甘愿。你戆戆呢？你毋知伊个啥物叫啥？迄若我初培养咧端哦，毋捌失败过啦，这叫皇帝串讲着对对啦。杜文硕即马娶到这欠卡新妇哦，真正是踢着铁板啦，阿伯要哭着无目屎哟。你也知影人厉害。闪卡厉害，是讲哦，因天宝也是甲咱营地啊斗阵去台北的呢。啊，这摆代志要甲这大条，不管讲是毋是因为咱营地啊，咱总是较疏面，啊也无怪人受气。那是你无了解啦，那这厂长哦，正人君子啦，那我气啊，伊对我偌好的呢，啊，听讲要转来哦，迄大包细包拢甲传甲食着，你看下无？哎呦，呾物件哦，你也毋是无食着，无用着啊，对吧？我是惊哦，即摆食人一斤啦，明日都要行人一斗。吼、哦，烦恼当烦恼噻，你搁只搞操烦呐？啊老邓不是讲要甲我讲什么好消息？啊人，老邓啊，来，哎呦，阿爸，啊来啦，食茶啦。阿爸，啊，这有淡薄仔收费，提起哦。哎，我甲你交代，你唔好安尼啦，你安尼我就歹势，你知影无？来来来，坐啦，吃茶啦。阿爸，公司的公文倒来，你随时会当去上班。谢谢你哦，哎呀，我终于有一天轮到你呢。叔啊，咱当过面了啦。你去看卖，咱祖囝后日特别做业务科长，阮囝仔公司的主任，我即将要公司上班，我比伊较大，公务人员呢，吼。做本事啦，知影真正硬死哦！哎，叔啊，我今日做一出西米露，哦，黑一些皮，甲一条油车粿，对吧？阿爸，你要穿西装去上班哦？说明公务人员去上班当然安尼穿啊，无你抓住我创啊？去遐倒地变本事哟！老邓是公所的主任呢，主任介绍丈人爸去遐吃头路，敢讲伊做小出来哦？对不？咱哦真正是出运啊啦！相公唔捌字的，袂用去做公务人员，做伙看对无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阿玲啊，今日你对初步这个讲的，咱遐尼无大无细啦。我既然也入恁厝的门，我就袂用予人欺负咱。哎呦，啊，这么粗暴，这也是咱过了十年的厝边隔壁呢。哎妈，爸不是嘛咧冤，冤过就无代志啊。你说安尼，因要安怎冤哦？甲我无地带啦。啊，不过上好是莫抓着我。月英啊，你打隔入门呢？迄真侪代志你唔知影，头唔知尾吼，唔通袂来啦。什么代志哦？问我清楚才通讲，知影未？先生，你拄只安尼大声，害我惊一人呢。今日是阿爸甲阿母无伫啊。我唔才替你出气，假使伊若有伫个，要哪会轮来甲我讲话，对唔？你真好当，我倒袂去找你嘞，你竟然敢约我出？李太太，即马干那处理会当救天宝的，你给我拜托一下好不好？当初你也知影主张，今仔你就袂来拜托。我真是唔知像你是这款人，我完全无了解。一个查甫人对你好，对你有感觉，你真正拢唔知影。我是想讲，伊要牵线，我要栽培我，我要哪知伊对我有企图？我今日嘛足后悔，谁啊当初我拢唔听天宝的苦口。李太太，请你相信我，
我甲厂长之间根本都无一点仔男女的感情，我用我的性命甲你保证。而且这摆田伯也歹，是因为厂长要侮辱我。我相信厂长的人，你比我较清楚，比我较了解啊。而且你嘛捌讲过，伊会安尼对待我，毋是头一摆啊。 李太太，这是清六上外手表啊，请你提下去。你，就是社会事务部讲，这摆算给你教示一下。李太太，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你叫清六贴小个说话无？好，挂一条件，你做你讲。 我袂你即时离开家庭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是真厉害，竟然去找阮太太，比我甲恁好好解。厂长，你害我离开，原谅天宝啊，我的永远感激你。你也知影呢，离开我遮了后，甚物都拢无啊。你毋是讲要趁大钱，互恁阿爸去大厝？安尼要到甚物时阵？哈？你想说想看卖咧。 无人参像我安尼去栽培你啊！我足感谢过去你对我的栽培，啊，不过发生这件代志，我一定爱离开。燕弟啊，好，大家一个机会，你继续留落来，我替小哥说。不应该，我有答应恁太太，我一定爱离开。假使我若无同意，那是你甲恁太太的代志。好啊。 既然教恁达到无话讲啊，你摕五十万出来，赔偿法伊会付。五十万？互你三工时间，还若无填补呢，等你食无钱饭。英弟啊，阮阿爸甲阿母有来看我。你敢相信？ 我唔相信，我到即马阁相信你。你免冤倒啦，阮阿爸讲吼，伊会请上好的律师替我辩护。你是毋通去求迄李文怡呢？阮手顶有答应我，伊要替小哥诉。替小哥诉？哼，但伊款少年可无我叫用掠伊关，伊会替小哥诉，你莫甲我骗啦。你甲我讲，你是毋是答应啥条件？哈？无啦，天宝啊。 是真实的，你相信我，伊真实要好改啦。哼，迄款人讲话来听的吼，狗屎都死来啦，你敢怕是我阿歹信啦？我有去找因某，因某要利用离婚来逼因翁替小哥做。因某为啥物要来斗相共？因为伊知影因翁对我有企图啊。林宝啊，你相信我，你会叫恁阿爸，毋免替你请律师啊。 对啦，英弟啊，我听我阿爸讲，初步车为了我的代志，徛台北找你，啊，有甲你骂无？啊？无啦，伊叫我无论安怎拢一定要来斗相共。初步车对我实在真好。英弟啊，等我若出去，咱同齐转来增加，甲阿兄、甲我阿嫂同齐进展，莫搁待在都市啊啦，好无？啊？时间到。 我真去就出去，你等我，好。阿爸、阿母啊，坐车真忝吼。爸、阿母，来吃饭啦。吃都饱，搁吃。阿爸啊，去甲泡一杯仔茶啦。 阿母，你休困啦，我来去就好啊。吓啦！阿爸，啊，咱田伯今麦安怎？我已经请一个律师伫啊，准备要甲伊收过啊。啊，请甲律师来哦，这么严重哦？无请律师，敢会用的哦？人家检察官伫咧讲啦，讲都要好好改啦，要若无吼，对方继续佮咱告啦，是搞恁小弟哦，去用关甲透门西煞要倒去哦。 啊，NT 咧，伊安怎讲啊？他也当安怎讲？
咱去拜托迄厂长，讲甲咱和解啦。啊，厂长讲爱用地啊答应，爱都唔答应。哪会安尼啦？ 啊，人迄用地啊，甲迄厂长即摆偌好咧，当初当日啦，火坐到乌头车安尼乌噜噜偌大台，你袂输，敢来讲落脚咧。用地啊根本伊人拢变款啊啦，即摆吼，伊是去爱着孙中山啊啦。诶诶诶，杜文硕，讲话较站直的吼，啥物叫阮祖囝爱着孙中山？孙中山过身去啊，你捌无啊？我的意思就是讲，恁查某囝吼，即摆看到钱就目睭开啦，是一个拜金主义的查某啊。喂，阮祖囝当时拜啥金主啊？ 哎呀，阮规口罩大大细细拢拜李龙神咯，我搁拜着过路子，你袂记哦？你无读册就是真正可怜，唔知影人讲这个事出来用意伫倒位。我的意思就是讲，恁查某囝足重情的，啊，啥物重情哦？无，阮查某囝去台北是去歹命哦，啊，话讲我倒转来啦，你后生去台北创啊？你讲啊？人讲趁钱是优数啦，趁钱是几若款啦，啊，若恁查某囝哦是用过利用伊的或者天然的美性哦，去共人忙迄个手掌的啦，袂见袂笑啊！啊，你这。 啊，什么？我照问一下吼，你起码去看到你。无唔对，我就是亲目睭看到恁查某囝甲迄个厂长哦，同出同入。我嘛亲目睭看到，那这厂长哦，正人君子，正心思啊，超多有面，甲多有角，有新闻，有地位啊，你捌错我汉字哦。可怜哦，去你台北，去你一抓到，真正去用骂羞气啊啦！你什么时阵去用骂，去你顶下底杀，你都也唔知哦。嘿，啊，你是见人见鬼鬼面哈？ 我见过一面，我就知影讲，伊这个人唔是正人君子。我嘛见过一面，嘛就叫一个，我就知影这个人正正人君子。伊哦，做正正人君子，我甲你正过你三面正正人君子。好啦好啦，臭皮，你听我讲一句话啦。啊，就对啦，你讲话哦上正确啦，你也做公道，连上对，你即卡就我听你讲话尔啦。恁用弟啊吼，真是变啊啦。即摆吼，阮去台北找因厂长，讲要叫伊甲咱和解，啊，伊都爱用弟啊答应。 啊，英弟，安尼伊有吼，讲什么叫阮卖逼伊啦？卖逼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恁英弟啊，袂瘾甲阮和解啦，无要紧啦。即摆吼，阮律师传遍啦，大家等小过，过年嘛啦，不管你安怎讲啊，阮祖家永远袂变啦。吼，我甲你讲啦，那你这吼，真正有影去用抱去店底已经三甲四个啦，甲你的查某囝心肝也趁两下，你都也唔知啦。阿爸。 卖甲这种人计较啦！啊，咱即卖律师毋是请便便，啊，着逐项代志交代互律师去处理就好啊。甲这款人哦，安尼气性拢命啦。阿爸，来，你毋是嘛地啦？你这个查某，你这个是，歹势，卖甲你记哦。阮这个新妇我是用骗金娶入来，你敢出有着？敢记了要敢记哦，威胁。 你卡早嫌阮招弟啊歹啦，你即摆娶这哦是娶了换色仔啦。你咧放尿卡尿袋，你死狗要哭无目屎啊！你即阵就咧放屁咸闪屎。啊你，阿爸，卖个这种人生气啦。我袂生气，你阿看，哎呦面红叽叽，啊闪屎啊吼，紧等换尿珠啊。看啥？哼，卖生气啦。啊你人唔娶娶鬼，昨天送，你自己要保重啊。 错配啊！这个人就是安尼啦，讲话成功就无一句好话。哼，错配我看恁用弟后生才去嫁到鬼，大人加烧急的，后来加碰到，这大破，破嘴给我喷掉啊！气死人鬼啊！啊，来无地啦，怎啊泡地啊？嗯，去用糟蹋，无地人出鬼，等下糟蹋我。你又唔知个破？ 泼妇哦，活气死人嘞！迄若不是我带人讲哦，厝边有这个征婚爹哦，你别走甲做。要人安怎？做落来。我这做去台北是为着引导倒向嫌哦，我这老面都要去人高者，共拜托，但是个泼，这个泼嘛，我对伊要大细声啦，袂堪要人用的。你妈妈安尼，啊天宝也出代志，规家口心情歹甲，莫甲人计较啦。我再找机会哦，讲我红地了解啦。免啦。 你即摆找伊做电脑，杜本硕爱个小查某，连准讲我咧惊伊咧，啊，我叫你去遐讲好话，要何物苦咧？雄啊，啊免遐麻烦啦，我已经甲英弟啊交代过啊啦，无论如何叫因厂长哦，爱撤销告诉，互天宝平安无代志倒转来。啊，若到时哦，天宝转来时阵，因就知影即个代志非我不可，若无我亲身出马哦，因道家永远无在条处理啦。到时杜本硕乖乖来我面头前，甲我回信咧，讲对不起，哼。
雄啊，我安尼甲你翁仔某做你三十冬哦，你做这件代志，予我上欣赏。知影我好用啊吼？哼，讲真实的啦，但这个窦相海其实不利于我的个，你知影无？今仔莫讲是因为阮祖囝代志，就算讲哦，甲英弟拢无关系哦，我嘛听伊个底啦。啊，你讲叫英弟啊，拜托因首长一定着爱撤销告诉，因首长敢会答应？啊，废话，当然嘛，唔知影呢。你别烦恼啦，我阿爸讲哦，伊会请上好律师替我辩护。等我若出去，咱同齐转来参加，甲阿兄、甲阿嫂同齐进餐，莫搁住喺都市啊啦，好无？啊？你摕五十万出来，赔伤害医药费，也若无填补嘞，等你食无钱。够了，给我！可是如果我若无法度把天宝救出来，阿伯哥明天早晚瘫痪。哎，阿你干哪话？啊，咱们的差别你不爽快，本来不会做啊。哦。这是五十万，何解书，请你紧签签的。喂，你是来搞啥？想袂到讲，伊咧台北无钱无钱啊！今日我到底接第二三工来，肯定有件事情，我讲一句话。养活你都袂得嘞，离开我了，你什么都拢无嘛，一切对头开始。刚刚为着一天宝啊，做这么大牺牲，我咧记得。为着天宝啊，搁较大牺牲，我嘛甘愿。请你跟上。我相信。你欠债五十万，一定会尽心代替啊！我欠这五十万，卡在你身上。多谢你哦，慢你讲，慢你讲，啊无我代志，走了，好，多谢多谢，拜拜。哎，但是搁咧看啥？我咧看因之后来无啦，人无咧食饱是闲啦，别来啊啦。行，哎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恁将是窦天宝。啊，我，啊，再搞到一个小姐摕给你。哦，多谢哦。哎，爸，你我的呢？我也算唔知影你的。等下才给你看。
我要放了你咩？啊，拢你放倒，我拢免放。无你先放啦。啊，你唔是要放了？要放就斗阵来放，唔放拢卖放。啊，好啦好啦。爸，那一空尔嘞。我你先放。无咯，你也放，你先放啊。稍等下哦。来得更合理。哦。骨头壳要变到心头壳，阿婆生囝真拼啦。